不着急学技能，有可能学 Q， 有可能学 E， 看情况啊。这一波他上路来的有点晚，他是奎因先把小兵打完，哎，这个就分的，这个就非常难打。哦，队友来了，终于来了，好，假装不上很猥琐，好，差不多了，队友到了，给一手叫鸡一刀，他这个角度跑不掉了，两刀，猪死一刀斩啊、终于等到了啊，等到一波机会把他杀死，接下来就是你掌控全场，你的出装跟这个打法一定要有讲究，不然的话还是不行。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就是把他留下来，这个东西叫什么？叫比尔特吉沃的皮，比尔吉沃把他留下啊，这个东西叫把他留下啊。当我的旋风斩过去的时候，他一定是把我踢开，这个时候给他一波叫鸡，接近他砍他，他给我个致盲反手，给他一个把他留下，然后满路砍他，几刀暴击一出，给个点燃，闪现一刀，猪死一刀斩，把他带走。找一个角度不急，再绕哦，反手一个，好，叫一波鸡，距离不够，没事。但你要知道，我旋风斩是很快的，而他的踢却很长，知道吗？哎，砍，把他留下，闪现一刀斩，猪死一刀斩啊！就你只有找这种机会，把他留下，叫鸡一波，猪死一刀斩，暴击，猪死一刀斩啊！这波不行，注意吸血一刀斩，哎，这没办法，跑不掉。他这个变鸟的情况下，我跑不掉。那这波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这波不把他二塔退了，那我这个上单就没有什么贡献了。这波推他一波上二就不亏了啊！这上二一下就给我队友增加了经济和这个视野，以及接下来我对他们的高地的威胁都非常的舒服。你想好了踢我？那对不起，叫鸡，然后呢接一波，闪现猪死一刀斩，猪死一刀，一刀斩，红 buff。不要叫鸡了，一刀斩，猪死一刀斩啊！能见识一下我猪死一刀斩的威力。不踩他猴子，给他打，回波血啊，给他打，开大招直接锤他，一刀，猪死一刀斩。哦，那你这个位置，猪死一刀斩，你以为你很强？又来了一个，反手叫鸡，减攻击，一刀斩，猪死一刀。红帽没了，哎，还没回来，可以。减他攻击，拆，回血。破败一吸就顺刚逃了，走位，下一发旋风斩就好了，我得把他留下来，哎，再回一波血，你下一发一没好，我的移速并不比你慢，哎，反手跳个舞庆祝一波，哎，哎，他走过来，给你远处叫个鸡，点一波攻击，剩下来看你的。哎，这一波鸡溜了，混个助攻。怎么说？哎，你怎么看？我在旁边 OB， 回波血，那你加油。这一波鸡反手一刀。好，走了，巨星呀巨星，我们支持你，你这个人都，我给你看一下什么概念，一刀斩，秒了，我靠，
励志的不？这我失误了，玩蛮王总会出现这样的失误，正常，正常。说实话，一刀。一阵接下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，不可能再出现一次。这把我提前1秒钟开大，我这把我其实对于血量的计算还是蛮准的，但是呢就是要玩极限，你懂吗？因为泰达米尔的大招时间是很珍贵的，你能掐到0.1秒开，那肯定是最棒的。我是高手，所以我要玩这样的极限跟操作，还有反应。但是毕竟它是极限，毕竟它是人脑，它不是电脑。像你这个嘛，就猪食一刀斩，就一刀斩。来，提前1秒开大，我跟你搞这东西啊！来，皮袍，来，猪食一刀斩，吸，无所谓了，哎，无所谓了。风筝我啊，来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猪屎一刀斩。我是你最可怕的叫波机，一刀斩猪屎。包我胆，不浪了。拜拜，哎，你们来我走了，任务完成了，这就够了。吃一个红，破白一吸，谁能挡我？就都是。无所谓了。我这波一闪，直接过去，大招一开，一刀把他斩死，把他 ADC 砍死，就一刀。猪屎一刀斩。一刀斩，妈的！你不是号称你互动很酷吗？听说他还有一个 ADC， 哎呀，搞这个东西，耶、yeah? ！